像黑色毛衣，想唱歌给你听。两个人的秘密怎么能够忘记，放着美丽旋律想大声说爱你，重复告诉自己活在你的世界里。沙滩上的脚印，暧昧变成了坚硬，你可爱的个性胜过沿途风景。哦，那里都是你，呼吸着你的呼吸，天天没有距离。想要带你去数星星，一起飞到宇宙去，感谢命运我碰到你，手牵着手迎着风度过下个世纪，把你抱在我怀里，慢慢融化的巧克力，不断练习爱你的心，为你坚持到底，我怎么能够放弃。好开心哦！我们今天安大明星来了一个，这个也是久违的朋友，真的。柯友伦你好 ，Hello， 大家好。哇，大家都强哥，哎，谢谢你耶！就是等你那个终于找到一个名义，然后找你来上节目。是，而且我们好荣幸哦。你几岁了？今年目前为止37岁。真的，你在你37岁的第一个通告送给我们。我昨天生日。对啊，我知道，所以这才第二天嘛。那我刚刚一直问你说你昨天在干嘛？你说在练团。对，昨天在练团。所以还没上节目。对。好，那我们很荣幸哎，我们在你37岁人生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在你的人生里面写下一笔小小的记录。感谢金安哥。对。不用这样讲，就是我们的荣幸。37岁这一年，然后希望安安大明星可以这个为你做一个很好的开始。谢谢谢谢。真的，这张专辑是那个你最新的作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好吧？这个专辑它叫飞 ，FLY。Fly， 为什么叫 Fly 呢？因为它的主题曲就里面的主打歌叫飞。飞。那因为上一年是2017年嘛，是。然后我父亲是在1997年的时候飞越了黄河，一直想要找一个
不是一直想，就是必须要帮爸爸做一个二十周年的这个，是一个心意，一个心意，有个对，让他记得爸爸。有看到那个报道当中有特别转述，然后那时候你也还蛮感动的，二十年来，二十年，真的耶，真的，晃眼哎，晃眼，而且很多，最主要为什么这样的？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已经不知道飞越黄河这样的事情，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啊，所以我本来是说想要请一些爸爸的老朋友啊，我们办一个飞越黄河的周年演唱会哦。可是真的到那附近去吗？还是对，拉到黄河附近去办一个演唱会，结果原来发现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会啦，还是有一些那个不太容易的地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开始我想说，看以前爸爸他们办演唱会都好像蛮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众志成城了一下。现在大家就是可能各自分工又更细了，你可能要招呼的人多一点。而且爸爸的朋友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天王的天王的天王了。这样刚好啊，这样子才能够让你也是个小天王啊。对啊，然后我就第一大家的时间很难凑在一起，然后第二就是办一个演唱会的成本，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暂时先放在一边了。那我就想二十周年应该要怎么办好呢？好像有飞这首歌。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飞就是当时他做的那个最多的特技动作，是，对不对？是这样一个，真的很有那种很特别的感觉。所以这张专辑在某些心意上是跟爸爸有点连接的。是的，而且那你干脆让他在26号你的演唱会把黄河带到带到你的布幕上去好了。这。没关系，放 MV 就好了，因为 MV 里面其实有剪很多跟爸爸的一些画面，感觉像是黄河的话，怕大家唱一唱，然后水扑进来，哎也还好啊，那比较有临场感，这也是你的一些创新。二十六号嘛，对不对？是二十六号那个，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跟歌迷近距离互动比较小型的，比较小型在大河岸，大河岸那边，对，但是柯有伦唱歌有柯有伦唱歌的一些很特别的自己的风格跟味道，谢谢。在刚刚听那个歌，哇，你唱甜美的歌也还蛮甜美的嘛。没有，主要碰到甜美的歌手，哎，可小敏也不是甜美的歌手，他也蛮甜美的，他样子很甜美，名字很甜美，叫小敏。可是他以前都不是唱这样子，这算是他第一首这么的，跟男生，然后这么甜甜的这种感觉。真的，他以前是比较空灵的，他每首歌都空灵的。然后你是帅气的，然后你也搞的就是变比较。花美一点，花美在里面啊，对吧？你头发也是蛮花轮的啊，梳一边而已，就是往旁边飘，对，还蛮好的，还不错。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那你专辑安排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刚刚那个飞想到爸爸的歌是这张专辑的一个开始，是第一首，是。然后你希望这个37岁的这一年，就用一个甜美作为蛮好的结尾，这个。是最后一首歌哎，我刚刚看了一下，你说巧克力吗？对啊，对，是吧？巧克力。他为什么放最后一首？因为其实整张专辑一开始还是定在比较摇滚的态度上面，所以他就是唯一的不摇滚，然后就被放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在那边休息。他真的是最不摇滚，哪会？他应该是现在大家最想要传唱的一首歌吧？到那个 KTV， 谁能像你的白嘎嘎？就是进去唱歌还是要稍微更加的开心一点点，那种感觉真的是蛮好的。然后其实跟柯有伦认识是之前你在三立这边演的一出戏。租了一个，我租了一个情人，我租了一个情人，对，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在戏剧上就有一些表现，然后后来哇，你就进了大荧幕了，然后就做了很多表演的事情。你个人这样转来转去的，做了这么多，你最爱的大概还是在唱歌吗？音乐是放不下。对，对啊，音乐是每个导演都说你就好好演戏就好了。怎么可能？对啊，他们说你要当一个好演员，好音乐就玩少一点了。对啊，那唱片就不要再想了，这样子。可是你还是比较想当歌手吧？我就是比如说上一张是三年前发，对，然后这三年里面拍戏，然后还有其他的时间，多的时间我就拿来写歌。对呀、啊，你看，就是不会说好写啊，认真唱啊，还是有人就在歌唱里面，那还很多唱歌又不一定来演戏。是啦，真的啦，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看你在哪件事情上更有想法。对啊，那37岁这一年比较想做什么？我今年呢，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这个大海岸开始、然后带着乐团的朋友们，是希望我们不要停下来、因为基本上在三年前那张，他用不到乐团。你终于找了一个就可以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是，那三年前那张，我就基本上把乐团的朋友们全部放在一边了。然后在这张的时候，大家又有点像师兄弟合体这样子，很好，很好，很好。所以就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继续的，
延续下去了。就这一整年啦、啊，希望就是你们大家就可以一起开心的在音乐里面度过这样子。对啊，可以带着大家，不管庙会也好。那怎么办呢？突然间有人来找你那个演戏呢，你要把他推掉。那我还是跟乐团们说声对不起。我觉得你这样也是不应该，但是那个他们应该蛮期待的，因为刚好你在年初的时候发的是专辑，所以这个一整年大家都有一个话题可以那个特别的，就是可以连在一起，心连心之外，还可以真的是一起工作。也很对不起他们了。你跟那个 band 相处几年了？我们这些老战友差不多十几年了，从第一张零开始，是啊，就一路玩到现在，然后到现在都也都一段时间了，对，他们都已经变成老司机了。然后你看，你连昨天过生日都还跟他们一起过，是对，真的，林珊好重要，他们在你人生当中就是女朋友都没跟你一起过生日，都还是他们，真的。那昨天生日有许什么特别的愿望？当然希望是这个。在这个事业上面、对，可以再做到一些好的作品，是对，因为现在好的作品机会我觉得越来越少、没有啊，你就你看你是一个可以自己写的人啊，哪会有少？对，就是、那当然还是要那个，当然还是要老板他听完之后他觉得，不会，你他们强大，你现在你柯有伦需要什么那个，你就只要自己在那边网络上一播，然后全部人就被你吓到了。嗯，认真讲，你毕竟是柯有伦，跟那些就大家突然从网络上窜红的人又不太一样，是就是你也许丢一个东西在上面。反向操作一下也搞不好就有一点什么特殊的，对，还是所以不能忘记写歌这样东西，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也不用那么纠结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多少，当然了，就是一两首歌自己可以 发表，然后反正著作权一定是在你身上嘛，就那先唱了，好像也对、哦、对啊，有什么好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是一个那个，那也不叫自媒体，现在是一个那个媒体改变了一个世界，对对对，然后他其实创造了很多机会，也许就在你们这些更知名的人身上，他会有一些更奇特的回馈，既然哥讲真的，讲真的，我认真的啊，对啊。可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没关系，有三立新闻网，你尽管把新闻丢到这个地方来，然后 Vido 还可以帮你这个首播，我们这超棒的。然后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平台，所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可以开演唱会的地方，很棒，很棒，真的。然后那个反正就是新的时代，然后很多事情都有新的做法，你也都一直在这个新的时代的新的做法上面这样子。然后过完生日，然后我们制作人昨天 还在那边想说，哎，我今天要不要？帮客人备一个蛋糕，我就说啊，东方人有些时候好像不喜欢过生日之后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但还是要问一下啊，昨天那个生日除了练团之后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还有亲密爱人有送你什么特别的礼物？亲密爱人就是我们前几天就先过了，因为他知道你昨天有事。对啊，我之前都在忙这个宣传的东西、那就简单，我们跟家人大家一起吃了一个饭、然后还送了一个小礼物，哇，对啊。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小礼物哦，对，小礼物，多小戒指哦，没戒指还没送，戒指应该我要送他的、真的吗？所以你今天有想要把它订起来的意思？我还没买戒指，他是有这个意思，就对，现在想要把它套上去那个意思吗？我还没有做过这个想法，这个举动啊、哦，没有这个举动，但有那个念我还在 但有那个念头吗？对，你要先帮自己写一首主题歌吗？有，我们结婚吧的之类的之类的之类的啊，还蛮好的啊，剥巧克力就可以了，其实不要，你这样很偷懒哎、欸，这样他不开。行，他说你就跟别人唱的干我屁事。会了，会，我会。听到我们爆粗口。我会写一首自己的订婚的歌，我觉得这是必这样很好啊，这是必须的。可以听摇滚的吗？对啊，对啊，我们结婚吧！之类之类，这真的还蛮好的。哎，就这样决定了，可以吗？到时候拿来这一首播，我们帮你播，然后就帮你那个预告一下，说那个柯有伦那个摇滚有新的想法，对对对，没有啊，你也可以，就是未必是。就也不要让自己这样受那限制啊！你可以帮一些喜欢那个氛围不同的人的婚礼制造一些特别新的，对不 对？像我那天听那个什么萧煌奇老师也唱了一首新歌，跟结婚有关系啦、所以我觉得时代在变，然后你们需要帮这些那个特别的新人。当然当然，因为大家有各种不一样的风格，是对啊，你也可以再找王小敏唱一首空灵的，感觉蛮好的。然后刚刚那个歌甜甜的，来讲一下那个那首歌。至于你这一张整张专辑里面，它最大的特色跟不太一样的，你为什么会有，还是会有不能够免俗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巧克力这首歌？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甜蜜的，是啊，两人对唱爱情歌嘛，对不 对？那其实巧克力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身边所有跟我现在或者比我大年纪一点的，就我们这些同辈的啦，都结婚了啊，然后呢，都生小孩了
那 有几次我坐在沙发上，然后看他们在玩小孩的时候，两就是大家融在一起，小朋友跟父母这样融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像两个巧克力融在一起了。那我就想要巧克力这个名字，所以副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像要带你去数星星，一起飞到宇宙去这样子。其实是带他们的小朋友去数星星，对啊，所以我跟小敏在整个 MV 里面也没有说就是牵牵手、牵牵手搭搭肩，对啊。我刚才想问你说，一个在那个对岸，然后一个在这里，然后他哎，他现在是被你哎师妹，但还是在他是应该算我师姐了，哦师姐，对对。你们拍 MV 也没有特别有什么设计过那种那什么小情侣 CP 什么甜蜜的感觉？本来一开始我们有想说是不是要像情侣一样这样子牵手出来，太俗气。对，就后来真的看 MV 里面我们都没有做这样子，不用啊，唯一就是我牵着他，然后让他绕一圈这样子，相当好的。对啊，是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一个，反正那歌旋律让大家心里头舒服跟觉得开心最重要。真的是写给我那些生小朋友的那些爸爸妈妈听，拜托一个唱摇滚乐的人可以把歌唱成那个样子，也真的是还蛮有事的。真的会不习惯吗？不会啦，我中间也做过很多这种。哪会？真的，但你更喜欢的不是就是一些很 man 的东西，然后这个。那还是我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领域了。舒服的，嗯。然后刚刚有那个跟你那个宣传那边，然后特别在聊，他说其实这里面最特别的一首歌是有一首台语歌，《因为爱你》。因为爱你。因为爱你。嗯，他说你很爱这首歌。我就爱。真的。真的。啊，你有拍 MV 啊吗？有，还没出来。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啊，不过伊讲你本来是未晓讲台语的。我台语会晓讲一点啊。一点啊。然后再往后呢，就出差了。哦，他说你那支歌还让你特别特别的用心，跟那个作词帮歌是你自己写的曲，曲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词是吴雄老师写的，吴雄老师哦，就厉害，就厉害，就厉害，就高，就高，就厉害，就厉害。所以继续瓜应该蛮是就厉害，继续瓜应该是说我还是讲国语好，没关系，你开心什么说都可以，你应该可以讲英文。对，这首歌他就是难得在写歌的生涯里面啊，然后拿着吉他。嗯，那几个朋友，嗯，就把旋律一次给定下来了啊、哦，是哦，对，花了多久时间？就在一个冲完浪的下午，冲完浪的下午，所以在海边写的哦，对，在海边写的，在乌石港旁边的一个小亭子里面。哇塞，你都还印象这么深刻？很深刻，因为我的那个时候我把木吉他放在车里面，然后我们早上去冲浪，然后一回来的时候，我一打开后车厢说，我的木吉他在那边，怎么了？打题吗？晒吉他不可以晒哦，吉他哦，他晒的时候他那个脖子会弯掉哦，真的，对。然后就把它拿出来散热嘛，然后我们就找个小亭子坐下来喝点东西，然后就开始弹弹吉他，然后就把《因为爱你》这首歌给写出来了。真的啊，有拍 MV 的吗？拍了，拍了，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播，那个、MV 上线了吗？还没，快了。真的好了，快点快点，我要听，怎么办？我想听哎、欸。你说哦，你唱来听看卖啊好啦，啊我爱放 CD 给你，跟你做伙唱。嗯，好啊。好啊，啊你可以去。帮我放 CD， 台湾制作人啊，一杯杯蛋糕给你吃的，欸，是第二首欸，第二首，第二首，对。好，但是他准备过程当中，没关系，我们随性啦，对啊，也不要那么刻意说一定要你多么那个严肃的唱完整首，因为我觉得他刚刚有特别在讲，他说你很爱这首歌曲，台语的，是因为台语，还是因为歌，还是因为怎么样？你会特别选这样的语言，一定也有你的想法嘛？好，对不对？因为好，你看啊，比如说唱国语的时候，我们总要注重一些咬字的东西，是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很多，这个咬字有没有咬好，哦、然后发音有没有发对？台语更难咬字哎、欸。可台语对我来讲，就是好像在讲广东话一样。哦，你就想到你在住在香港的时候吗？对，就我只要记得把那个音给记住，然后把它发出来、哦、就好了。对，而且变成我的声音，它又去到另外一个部位了。哦，所以唱国语的时候，有时候神奇的，很神奇。有时候唱国语歌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个舒服的部位共鸣。跟台语歌不用，台语歌我一唱我就就屌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那个你在那个老师跟你那个做那个歌词的一些交流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吃力的地方吗？吴雄老师太可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唱过去的 demo 嘛，里面就是有一些台语在那边的，哦，然后就回了他的词，跟他录了一段简讯，他说：“吼，这个柯友伦哦，你台语级拜噶就拜啊。”哦，今天晚上台语级拜，就拜。阿姆哥这条歌吼，你要唱就
就是不要想太多，你就照我的这个腔调去唱了、哦，照他的跪靠去唱。他唱给你听哦。对，他唱给我听。哇，怎么那么好？他低八度唱给我听。哦，真的。可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讲的那个跪靠是，然后还有那个，因为他说南北腔什么南北 Q 是不一样的、哦。这个老师比较有研究，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在南部的讲台语，真的跟在北部的有一点一点点对，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听着跟着他这样唱。所以我就是一句一句听完，哎，听完一句，然后唱一句，听完一句唱一句这样。那你学东西也是很厉害的人，耳朵很灵敏，然后那个找那个音声音，其实有些时候是很难学习。对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因为。一下就被丢到香港，一下被丢到这边，所以我学语言这方面还算是小小有点天分，对，还有一点还算是有点天分，是一个有天分的人哎、欸，对啊。然后那个今天就是在写这个歌，所以这支歌在录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辛苦吗？还是其实特别的简单？很享受，是一个享受的概念，是一个享受的概念，对啊，因为他从编曲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就是。整个铺排我自己就觉得很舒服。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想象中他是跟哪个对象，还是你说唱情歌这个对象，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幻想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主要是一个比较来台北帕比亚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想要唱给他的家乡，像青梅竹马这样子。哦，是这样，就是我被探及了，被探及，我被邓起，我被。我要被成功啦，要被安装。对，我就要先成功这样子。就是一首这个比较励志一点点的那个台语的概念。对，然后吴声老师回来的词也是，就是一回来我们看了第一稿，也没什么改了。真的。那只是就修一些，就问他说：“哎，因为歌名叫《因为爱你》，可是其实我副歌第一句我唱《修被爱你》。”那他就照你的了吗？没有，他说啊，歌有人 啊，台语里面你是没有《修被爱你》这样子，哦、你《修被爱你》就没有个意思了。是因为爱你才会去做这样事情、哦、这些事情不过到后来还是答应我让我副歌可以上去、哦、是让你自己来耶所以老师对你也是很好耶很好真的我要看一下、哦、哇塞这本拍得很像那种对就是那种有点复古味道的那个你看那个做的那个什么蓝紫色的哦很酷耶啊因为爱你的都如果还有阿弟另外饼啊，亲爱啊，哇塞，哎呦，这是你的奥德拜吗？不是，这台形象哎，这是应该一个道具借来的，对，酷哎、欸，但是阿弟、啊、爸爸的车跟这一台应该不一样，是不一样的，爸爸都是越野车比较多了，对啊，对啊，越野车比较多。家里还有，你有把他车子保存呢？他车子在哪里？天啊，在博物馆里面，好像在博物馆，对，在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有常去看车吗？最近比较少。不会啦，没事。对啊，赶快去看，你心情又纠结了。因为爱丽的家呢，家真的啊，我来看麦亚嘞。你会，这歌词很长哎、欸，很长、啊，我可以念了。哦，好，你念，先念诗吗？对啊，我唔知影世间到底偌大，只是知影落去家己来行。我唔相信，什么叫做运命，什么我都唔惊，一切唔是注定。但是唱的时候应该就不太一样。唱的时候不太一样，大家听听有播的话可以。是这首吗？不是，这首是告诉，这首是《无问天》。哦，这是你哦，是第二首。等一下，这是第三首了。第三首，我看一下，《因为爱你》。哎，对啊，《因为爱你》是第三首啦。第三首。讲错了，讲错了。所以他抓错歌了。他刚认真的，你知道这首是文山写的词啊？哦，是哎。对。哦，哈哈哈哈我懂这件事，我懂。他偷笑了，我刚刚一直跟他讲，我就说，哎、欸，我们今天要叫柯有伦在我们节目上好好的玩。他说好、啊，他今天那个要去那个表演那个演唱会，最近吼就是嗓子需要休息。昨天那个好像为什么演唱会之前你们这些歌星都会感冒啊？他是一个就生理的，是一个很确定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对啊，每个人哎、欸，学友哥也会啊，会啊会啊，就都不用就是。记者只要去发稿，只要问宣传说：“哎，请问感冒了没？”这样子好。对，因为大家都会感冒。他就是到了一个前面宣传嘛，然后你跑、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话讲，就是我们比如说一直讲话，那同时间、哦、又要去一个临界点到了。
也是啊，就是心理因素了。不会啦，就是这个一个求好心切的等待二十六号的这一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的生理状态。我真的很不喜欢感冒，因为最近天气也变来变去。今天很好的天气，然后你要唱歌的那一天是礼拜五，礼拜五还好，还有礼拜六有寒流，所以你唱了以后，隔天就是天气会稍微比较冷一 点。真不错。对啊，那这样子算是你用歌声在迎接新的季节的变化。哇，这个季节我觉得很舒服，舒服。然后希望那个你在那个舒服的天气里面能够这个有好好的那个发挥啦。嗯，主要跟老歌迷碰碰面，对啊，老歌迷碰碰面，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可以跟大家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然后对啊，就是表演给大家看，然后我也不用想太多，好啊，因为基本上那些老歌，今天讲出来他们都知道。不会啊，就是大家心里头开心啊，然后就是对你有期待，这样子感觉来说是蛮好的。我们这个即将呢要迎接柯有伦，来，真的，你看我是很有心，一定要拉到这个时候，然后好好听你唱，可以吗？有这荣幸吗？可以啊，你就可是我音乐可以播大声一点，音乐可以播大声一点吗？哦，可以啊。不如把它推到最大啊！不如把它推到最大吗？好啊，那推大一点哦。踩着歌唱，对你来说心里头更开心。玩在呀，玩大，只是在呀，落去家己来行。我不相信，什么叫做运命，什么我拢唔惊，一切不是注定。我不知呀，输是什么物件，只是知呀，有梦就爱大声。你若了解，只首爱你的歌，请你替我唱声，我会更加打拼。心内的话，你敢有详细听？心内的人，你敢在我的梦里占了一半？我想要爱你，为你付出一切嘛愿意。天大地大，无你就无意义。因为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Oh, say you love me， 进来陪伴我身边。谢谢。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嗨好嗨好嗨！现场这样唱起来，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对，踩着这个旋律，这首歌很 man 哎。这首歌就是就属于我的歌，应该这样讲，就属于我，就拿一把吉他，然后。也不用掩饰什么太多的东西，就直接唱歌。就是那天还跟通常的朋友都是完成这个旋律，然后加上你后来这个大家帮你做好的编曲，然后对，这歌还蛮新台语的啊，好适合你哦。我也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真的，因为第一首唱的台语歌其实是《战陀》的主题曲，那首是刘伟仁老师写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对台语有这么的，就是薄了解，就是想要进去那个语境的那个，对语境的那个创造出来的氛围。可是就是我尽量去做了。那在这首因为爱你里面呢，我就进得去了。有，而且里面还有一句英文哟。对 ，Say you love me， 今来陪伴我心边。哇，超酷的，我觉得还蛮好的、啊。所以以后就是其实语言这些，而且我刚才在跟柯有伦在聊天说，哦，说你那个讲话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洋腔，那个洋腔连你在唱台语歌的时候都有，都听得出来，还蛮好的啊，那个很时髦哎、欸，感觉很潮，那种腔调就是其实有些人也许就特别的想要有，可能那是应该生活的造成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就是说话的样子，对，说话的样子。但他自己不喜欢，他说他还要正音。因为，对，我想要正音一下，因为常常会遇到导演，他们就是听完讲说，然后说咔，然后冲上说，柯有伦你在讲什么？真的吗？那是蛮好的、啊，但是这个可能演戏归演戏，也许他不知道你三十七岁之后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对，三十七岁，我觉得整个人生想法有一个新的那个启程的概念。对，因为以前想比较多，以前会。比较在意很多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在意的那个对评价，也评价还好，评价还好，而是说怕反应，对，怕人家说啊，我柯有伦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从发第一张零的专辑，柯有伦是不是就应该永远唱像零这样的歌呢？可是零好难突破，零是最容易突破吗？随便就一就太难，零真的太难，对，所以就是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想要去突破零这首歌，是，可是做不到。
不会不会，你现在用这首就台语的感觉也是一种很新的突破耶。这样子的歌呢，对我来讲，我觉得起码在音乐上面，我做到跟零相近的东西。哦，懂懂懂懂懂，就是慢慢的从相近，然后再把它拉出一个不太一样的那个味道来。好，其实今天那个除了这个，刚刚很开心听到柯伦现场唱了一下，我们让他嗓子休息一下。今天带来的，我们还帮你准备那个两段那个另外两支 MV， 一起来跟大家看，好啊，就看一下那个主打歌，就是纪念爸爸的那个歌。好，飞，对不对？对对对，我们先看一下，再跟你聊，好吧？三次高飞寻找希望 It'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Show the world who we are 前辈让我变得坚强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will never let you go寻找希望 It'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Show the world who we are 前辈让我变得坚强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这一生不平凡那里面有很多那个你想念的画面，然后你都把它放在一起的。有个小时候，就爸爸帮我脱安全帽去骑摩托车，因为那个时候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是四五岁，我三岁第一次开始骑摩托车嘛。然后跟爸爸开始表演的时候，已经是四岁还是五岁后面的事情。
那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够不到地，所以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就找他哦，找他找爸爸，然后或者是旁边一些叔叔，我一定要他们接着我，然后我才能下车，从车子上面跨下来，跨下来，对对对。哦，但是那时候就是跟着他耳濡目染，然后对对这些比较特别的那个表，他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特技的那个高手。他是亚洲唯一一个做特技，啊、然后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特效嘛，嗯，那那个年代第一没有特效，第二是很多真的来的做特技的没有太多人。哦，对啊，对，因为太真的太揪心了，太危险了。是啊，就是成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很成功，无上荣耀这样子。但是那个过程里面，刚刚就在跟那个柯有伦聊天说，那个你爸爸有飞过长城的，有飞过黄河，然后长城是92年，九二年，然后他又利用了6年，慢慢去准备他去飞黄河。很酷哎、欸，很酷，很酷。有啦，大家现在就不一样了。当初你刚出道的时候要打爸爸的名字，然后再柯有伦。现在要知道那个柯有伦爸爸，要先请打柯有伦的爸爸。这样，哎、欸，这样蛮好的、啊。也好像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就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由应该由你来荣耀他了，这样子。就是你现在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表演歌手啊、嗯、演员啊。然后现在爸爸应该比较放心。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跟他的名字做太大的切割。刚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爸爸沟通，因为爸爸看到我唯一唱的一首歌是《爱死你》，对，《爱死》跟莫文蔚一起的，然后演戏他也有看过，因为那时候好像有我在香港有拍一个算是香港唯一的偶像剧，在港台的，是叫做 Y2K， 然后 Twins 也是从那里面拍出来，然后余文乐也是从那里面拍出来，那时候爸爸也有看过我演戏，然后唯一听那首歌是《爱死你》，不过他还是很担心。因为不会，他不知道他儿子这么厉害啦。没有，因为他小时候想说这个小孩骑摩托车都还无服人，是这样子。爸爸的心里面总是担心，我也是到现在这个年纪才完全明白说那时候他的担心了。嗯，对啊。啊，你现在会担心你自己吗？怎么烂？我还是会。为什么好担心呢？还是会。真的，你最担心哪个部分啊？我最担心的是都这么有一算是一点点成绩了哎。对，那可是我就是，当我们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你下一步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一直要想，比如说这张做了很好啊，对啊，一个人会一直有想到下一步哎，真的啊，就不然呢？有的人就是不要先把这一局获完吧。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一直会，可能也是从小爸爸教育的关系，他就是他自己做完一样事情，他就会想说。所以爸爸飞长城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他再来要去飞黄河吗？没有人知道。哦，他没有跟你讲。没有人知道。哦，他也没有跟说你哦，真的。好，哎，柯有伦，你今天来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哎、嗯，真的就是我们本节目啊，就是有一首歌，就是歌手们来的时候，就任何人来，我们就这里唱歌，你刚刚有稍微感受一下，还不错吧？这个音场。对，然后你是我们那个安安大明星必点之歌的那个 MV 的主角。OK。你知道，就是有一首歌叫《听见下雨的声音》。对。那安，哎，有帮我准备 MV 吗？有方文山导演拍的《听见的下雨的声音》。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荣幸，哎，借我们看一下嘛。对，虽然那个跟这柯有伦那个，哎，那你那时候，哎，这。那时候你几岁啊？文森这个应该已经是5、6年前了。对啊，对啊，对啊。差不多三十岁了。哦。29、30吧，应该是。真的，我们就很开心哎，就那天把那个魏如云找来现场。对。因为他就是刚好就被我们制作人发现说，哎，魏如云最近有合理的身份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样子、哦、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了今天那个，他、啊、这不是你本人吗？是我本人，旁边是Vivian。哦，就是那青涩的年代。对，青涩，我很蜕变，很可爱啊，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你的时候哎。哇塞，你以前也是这样萌萌的哎，现在就把胡子留起来可以哎，真的感觉还蛮好的。哎，我有帮你准备歌词哎。对啊，没有，我们就看着歌啊，就聊一下，好，聊一下往事而已啊。然后我也一样，就比较刚办理就好啦，就待会就让魏如云跟你合唱就好了。我你这样做直接这样、啊、当然就这样唱啊 okay, okay. 不是蛮好的吗？哎，快来了快来了，我怕你忘词啦。哎，我快看三声对吗？我看到前面啊。你看得到前面吗？对，天哪，你没有老花眼哎，所以你没有坏了。真的，那你愿意帮我们唱吗？好，我看到是什么 key。
什么 key 哦，都唱成你的 key 就好了。Yeah。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的唇语说爱情的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直很小心，而无意听见下雨的声音，的世界被吵醒，就怕情绪会哦，这歌词有点老化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透明。这样我们就已经很嗨了，就是来来，当然当然。播到第二段副歌我再来一次。啊，真的吗？好，那我们就这样，对不对？看着歌词。这时候你是去参加那个这支 MV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角的角色。没有，这个基本这个是就是那个嘛，文山的那个电影，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你在那边演，我是说在 MV 里面就把它呈现出来那个。对，因为文山那时候拍的时候其实很好笑，就是你说我们在拍的时候，《今天下雨》是最后一首出来的歌，哦，是杰伦写的，杰伦写的曲嘛。然后文山就说：“哎，这个没有要给你唱。”真的吗？哦，好，那我们今天自己唱，我们今天自己唱。哎呦，来了！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心变的，我怎么每个歌词都不一样？歌词不一样，不一样。我走前面了。好。天越低，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的世界被吵醒，心中很靠近。陪在我身边，再度坚定。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不是，就是今天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老化。对对，我们就是其实是让你做视力检查，就是刚刚苏颖说这个，其实你也可以开始去做一些那个眼睛上面的保养。哎，没有没有，这绝对是一个不情之请，而且他刚刚。大方到就说没关系，不然就再播一遍，就再来唱。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人生已经走到一个新的状态当中了，就是还蛮随性的。对对对，都舒服的时候，其实就这样嘛。就一个艺人，然后如果可以有这种思维的话，我相信那个路一定是越走越顺遂，然后会让人觉得开心。现在外面的年轻小朋友，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开放，对啊，任何的事情在表演上面呢，然后。我觉得我的年纪反而要跟多跟他们学习。有有有有有。然后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呢，就不会啊，就是你那个我必须说你的那个团队里面啊，就是在陪伴你来的人，他们是很专业的，他们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啦。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就我们就是有点熟，然后又不敢太逾矩，可是又很想要，你知道来这里嘛，就不能免俗，就很希望你又跟这个歌这么有直接的关联，然后没让你唱上两句。既然跟你说他那个《天下人》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有一次啊，不小心有一位歌手来，然后他就说开放给大家点歌。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位神来之笔的长官啊，他不在，他就说那他要唱，他说可以唱《天天下雨》。从那次开始啊，只要歌手来，我们就请他唱，所以我们歌词都印好在那等。对，刚只是请那个。那个妹妹弟弟他们从那边拿过来而已，了解了。对，然后这歌就成了一个，因为我觉得这歌也很好听啊。自己周杰伦竟然在那五月天演唱会上，不也都唱了吗？很好听，而且好多，这就是很隽永。然后我觉得每个人来都有自己唱出来特别的味道。然后你也是啊，你跟这歌又直接的有关系，你就还是演那个电影的人了、啊。然后你还讲的说人家歌不给你唱。没有啦，不是不给我唱。当时这首歌文山是给你唱。文山那时候是我忘了故事是什么哦。因为我已经唱了电影里面很多的插曲，插曲，对啊。然后后来就是说，我们说，因为整个戏里面就变怕太阳刚，所以我们必须要个女生来。不是，我刚刚很感谢你啊！你看刚刚的歌又不踩在你的 key 上，然后你还这样子，说真的不在自己 key 上唱起来就不够那么过瘾。但刚刚纯粹就是给温暖来着，你刚刚真是送给我们一个很棒的那个，真的真的啊！我刚刚说我可以往上飙，我懂我懂，歌就破了。不行不行不行，你26号有那个演唱会，你还在。当我听见下雨的。
不行不行，不会不会，你二十六号如果自己想要加码，可以在那边再唱唱这首。我很想在演唱会上表演这首歌，那可是就唱个 uncle 好了。我下次会提早一点请那个为如云一起一起、哦、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画面必须要重新再呈现一次，然后文山必须坐在下面听我们唱、哦、好好好，哎、欸、我们现在就是补齐了所有的人，就剩下周杰伦，嗯，我们也很期待，没有，这是演唱，有时候我们常在这个地方就是自己那边开心的做一些什么许愿，但是没有、嗯、今天来中这个有一个这个很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宣传自己的新的专辑啊、哎、对啊，然后那个新的专辑就是带来新的生命，然后给大家要全新的感动，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帮你准备了三支 MV 嘛、嗯、刚刚你看到那个巧克力跟飞，还有等一下会有帮你播放那个告诉我 Tell me 这样 Tell me Tell me， 我们这三首歌不要说、okay. 这里面，然后刚刚除了那首台语歌之外，你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介绍哪一首歌对你特别有感受吗、嗯、印象中的，嗯，还是录完了，然后就是那个，因为礼拜天什么都要唱，所以也没有特别记得哪一首。告诉我其实是一个，也不是告诉我问天了。哦，我问天哦。对，我问天是文山写的词。对。那我讲到文山，心里面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感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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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因为人家要等他词，可能要等那个一年以上。那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坐在中间，我说啊。突然间听到一首带有中国风味道的编曲，我说那我也来做一首中国风好了。Oh, 那做的时候就想到文山，那只有文山能写这样子的东西。懂懂懂，你那个心丢给文山，文山说他啊好，那我知道他说好之后，其实必须要等很久时间嘛。是，可是还好，因为我知道他在哪里上班，我知道他在哪里吃饭，然后就每天就在那边守着。对，我每天打电话给他。哦、oh, ，你们就很熟了，无所谓啦。对，就后来是。要唱的那天我还没有拿到词，真假的，然后我在刷那个手机的时候看到文山在跟他，也没有接我电话、啊、我看他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哥哥吃饭，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哥哥，我说可以把电话转给文山吗？哇，你是用辗转的方式耶。然后文山就拿了电话之后，我说你词还没给我、啊、他就所以这个歌词就是你亲自跟老朋友邀的，是，然后他其实真的，我这次是强迫他了，因为他真的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面把歌词给做完。所以大概花了多短的时间？也差不多花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快两个月。这四首歌、就这首。哦，推大声一点嘛，我们再好好听一下。所以这也是你专辑里面，你也是还蛮有想法的歌。他就是中国风加上摇滚曲风。有，我刚刚听起来就是你刚刚没讲中国风这些，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小播了一段嘛、嗯，我想，哎，这听起来其实很摇滚、啊。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电吉他先进来。其实它还是一个中国风底的歌啦、嗯、那也是我自己幻想有一天我可以拍古装演大侠、欸、不用不用，你刚刚我正想讲刚刚我们那个第一首那个飞的时候，你是整个里面就很侠客的扮相啊，然后那个衣服上飘飘飘飘飘，跟着骑摩是吗？这种歌都就骑马，这个要骑马，对对对，然后还要到那个就是那个瀑布旁边，然后在那个地方会沾一朵什么花啊干嘛干嘛的，所以 这也都会在你那个二十六号的那个表演上面呈现。二十六号，二十六号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容？您可以偷偷跟他透露一下。二十六号，他是一个跟没有，应该是说跟老歌迷们好好碰一个面，嗯、然后聊天会，聊天对，比较了解，唱歌，兼唱歌，然后把这个老歌迷介绍给新歌迷，那、哦、把新歌迷介绍给老歌迷，就大家做朋友一下，大家做朋友，因为后面还有十几年要打拼，哦，对对对，必须把大家融合在一起，有。然后二十六号大概是晚上的八点钟，对，八点钟在西门町，对，大河岸，大河岸，大河岸那边是。哎，你有多久没有站上，就是一个算是就单纯自己完全成场控制，然后以音乐为主的那个？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所以就从小型一点点的那个状态先筹备，对，因为我外紧张，一卖紧张啦，就是把大家都唱完之后，突然发现说啊，这里坐不下，然后再去换一个什么 DICC， 哎、啊、又坐不下，没有，这我想了很久，可是一直都就是在这个我自己的人生的事业上面安排，常常都会，就比如唱一唱，唱一唱，突然间就去拍戏了，然后唱一唱，唱一唱去拍戏，那我必须要把这两个东西更时间抓得更好了，未来是不用啦，就是有一些东西，只要算是对你来讲没有套太过那个不能掌控的时候，应该也都是非常能够让你随心所欲。哎，你的朋友在那里。哦，哦，有声。我们等一下去拍戏，对不对？没有了，没有，看一下。OK，
对啊，没有，今天是很特别，对不对？今天很特别，真的啊。然后我今天也让你做，右生还是很帅啊。他一直都是要跟你一样、啊。我都老了这么多，其实他没老。你们都没有，你们都没有，你们都一样，就是很漂亮跟很帅气，就是美男子的那种状态。感觉上来说，真的是一件就是很开心的事。今天可以意外的让你在这边遇到那个以前的老朋友，老朋友。然后今天我们也可以这么大胆的，然后让你答应了我们做这么多。算是无理的要求，不会啊，真的都是歌手来嘛，就希望能够好好打自己的歌。然后今天真的很谢谢 Kale 伦来的，我们哈不啷当聊聊聊，我们已经聊一个小时，太好了，真的。然后最后我们会帮你播出那个 Tell Me 的完整的 MV， 谢谢然后你再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专辑，然后再介绍一下26号的活动。OK， 好，来，好，这个，对啊，我把这个打开好了，因为现在还没看到这里面还有一张，有，这里面有一张。很帅的，刚才骑 Odobai 的那个照片。对，你这次对这台那个主要的造型非常的喜欢。我很喜欢，那它很贴近我现在这个年纪，那也把很多我现在这个年纪的心声唱给了所有身边喜欢我的歌迷朋友。嗯，那非这张专辑呢，我觉得大家就享受听就好了，因为有蛮享受的，对，蛮享受听，因为以前常常会我自己都一开始就会帮自己的专辑打分数，那这次我自己都不打，我就希望说呈现一个。就是适合我自己年纪，然后大家听完之后，你觉得哪一首歌爽，你就多听那首歌。啊、真的、欸，我刚刚听到台语歌蛮爽的。对，所以就要多听。就是会，然后刚那个飞听起来也还蛮爽的。蛮爽的，就是你听到爽歌之后呢，你就把它。有，然后这首那个刚刚的我问天听一听也还蛮爽的。蛮爽的，对。然后巧克力听起来就很甜。很甜。怎么办？那就是一直播这样，一直播一直播。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让你。不管在手机里面还是在哪里面，就会循环这样的东西。2018你要占据所有人的耳朵，这样我要循环他们，然后不怎么的，继续。对，然后在这个26号的时候，这个月，然后这个月就这礼拜啦，这个礼拜五了，好快。我希望可以在那天好好的跟大家聊个天，然后你们听聊天的主题是人生。好的主题是如何飞好，怎么飞 How to fly 好，大家一起飞啊，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飞是一种很特别的状态，飞起来的那一刻就是离地越高，然后就表示自己能耐越强，然后还有持续力，不能只有往上去。我好像跟你讲的太好，对不对？我们这样把那句话给抄下来。不用，没事，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是也是很久没有见到面，是，对，那担心这个，对，就是也不太可能，就是经常性的跟你有可能可以这样接触，然后当天真的是看到说，哎、嗯，跟有人出唱片，赶快把它找来，然后也不知道说，真的你不这么一段一段歌的播，然后也不知道说、嗯，哇，你这次唱的歌其实更贴近大家生活里面可以去感受跟享受的那种音乐，真的，就是你讲的这次跟的应该是听一听，很容易让人达到爽的状态，是，然后就是又送的货的一直听啊一听啊这样子，然后你这次连台语歌也唱得很有诚意，甜美的歌也唱得让大家觉得嗯很浪漫。找到一首喜欢的歌，是送给你们2018年最好的礼物。有，然后希望2018年你也有一个人生新的那个飞起来的状态。好，真的。然后那个你要记得，如果你有那个摇滚的什么订婚曲的时候，他再来我们这里帮你首播，然后帮你大做一篇新闻这样，然后你帮大家在2018年改造一下那个就是不必要的那种。太过于为了强调浪漫而存在的婚礼，然后希望让大家都有自己的性格跟自己想要的那种。我怕就把婚礼的砸掉。不会，你知道的，就像是那些人，不管用喜欢，就是大家不论自己是在怎样的状态下，都希望婚礼是特别的，是，对吗？我们只管我们自己最爱的东西，是，然后让这些事情都可以很开心的在喜欢你的人的周围，然后不断的有。很棒的状态呈现，这样谢谢你，祝你26号的表演就是大放异彩，好，让大家重新这个从那个唱歌这件事情上跟你有一个全新的交流的开始，好，然后你把大家团结起来，我们再唱进更大的地方。好的，柯伦，谢谢你今天来，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做这么多特别的表演，是，然后祝你唱片大卖，好，祝你演唱会成功，谢谢，下次见喽，好，下次见，谢谢。
悄悄把心放在我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夜，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再看一次你纯真的容颜，为什么还是那么甜，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爱对你是种包袱，我忍得住，只是不想认输。怎么能够说走就走？你纯真的容颜，为什么还是那么甜，我才知道你心改变。 No， 如果爱对你是种包袱， yeah， 快要忍不住，真的不想认输。告诉我。